爱就是要质问他，我要他，他就走不远，他就只能了放手，如果我赶他走。妈，老大，小子，小子，小子，妈，哎，哥，早上好，早，早，来吃早饭。妈，等下早饭吃了，我跟小妹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哦。嗯，这都好啊，我嘛有礼物要送我妈嘞。啊？什么礼物哈？啊，今天不是我生日啦。妈，给你，送给你啦。哎，啊，这是。妈，我跟小妹啊，想讲哦，你足久无去美国耍啊，这是啊，去美国的来回机票，趁过年前啊，你会当去美国好好耍一阵。哎呦，那这都好。我刚才过来嘛是安尼想嘞，我嘛有替妈买美国的来回机票，啊想讲啊，妈趁过年进前啊，心情放较轻松嘞，好好啊去佚佗一转。妈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是要赶你出去哦，我们是想要你，想要你为自己着想，寻找幸福吗？对对对，寻找幸福。什么幸福哈？诶，我都去度假。那就是一种幸福。你要过年啊，我搁足侪物件爱传哦。等我若出去佚佗，啊，我今日恁无法度啦。哎呀，袂啦妈，啊你是惊啥啦？啊，即马厝内底搁有学生姐姐呢，而且我佮佮有拢因大人大姐啊，即马佮有大嫂佮小妹斗相共，免惊啦。是讲吼，我都毋捌一个人出国过呢。妈，你可以去那边找朋友啊，这样就不会寂寞啊。对啊，我想那个苏先生哦，一定很希望妈过去啦。连这你也知影？好啦，妈，啊你都去一抓啦，那辜负我的好意啦。啊，我是无时间陪你去的。啊，你一个人哦，出去散散心，嘛是真好啊。无阮伫边啊，互你烦。嗯，我想吼。恁是惊诶，我踮诶恁诶边啊吼，足啰嗦诶啦。袂啦妈，代志啊，就咱决定啦。过年诶代志，你放心。等你等下过年啊，你会发现啦，阮一切啊，拢传甲好势好势。好啦，啊你也娶某啊咧，啊三姑啦嘛有心，我即卖吼都当做阿妈。啊是讲。啊，美国唔知偌大，啊，偌好耍。我食到遮济个吼，都阁唔捌去过呢。是讲吼，我阁有去迄个啥物迪士尼乐园呢。哇，没想到妈妈也是跟小波友一样，要去迪士尼乐园呢。妈是要保持心态年轻，啊，你真好啊。哎呦，你想想看，两个人啊，手牵着手同游迪士尼乐园，好浪漫哦。小王是甲苏医师哦，做伙带转来过年，安尼啦，就上佳理想啊！啊！哎呦，你看他脸红了呢！加！出来！哎，艾芬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？林老师，哎，我跟你说了。女人一旦变成老婆以后啊，吼，就变成龟龟毛毛的，像今天天气这么冷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只不过多穿了一件卫生裤而已哦。他就说他不愿意跟一个欧丽桑走在一起啊。主任，穿卫生裤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尤其是蹲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卫生裤不要露出来，露出来真的很像那个怪叔叔哎。你才像呢哈！拜托，林老师哎，我们年纪大，难免有点怕冷啊。像今天天气那么冷，对不对？可不好，你也穿卫生裤哦。嗯，不敢，不敢。对啦。是啊，我也有穿呐。主任，这么一讲啊，我们好像真的年纪大了啊。看着啊，我好好保养我的身体，要不然等我们小安出生以后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带他上山下海到处去玩呢。拜托，是你年纪大了啊，我还很年轻呢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习惯问题。哎，我是预防感冒而已。哎，我也看过那小学生啊，穿卫生裤的啊。好了，别再讲了，穿卫生裤又怎么样了吗？这我。
他们在看我，还对我笑，这一定是我看我帅吓到我，这证明了我年轻有两力。哪两力啊？体力跟魅力啊。哎呦，哎，好了吧，主任，你不要以为你看那个年轻的那位啊，不小心看你一眼，就以为你自己帅。我告诉你，书上是这样子写的啊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，就代表你已经是傲气上了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辣妹在看我呀！啊，哎，看到没？哎，转出去，你看，他是不是过来了？小姚，你看他是不是想过来跟我搭讪那个样子？是啊，他是要跟我搭讪，因为我比你帅。王机上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请问一下上面的地址在哪里吗？他找你，他找你。我机上，可以帮我看一下上面地址在哪里吗？我机上，你老花眼吗？那没有关系啦，我找别人好了。大叔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上面的地址在哪里吗？叫我什么？大叔。对不起啊，这上面地址我不知道在哪里，你去问别人好吧？好啊，不好意思哈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大叔，您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？大叔，对，人家叫我大叔那是尊敬，哪像你啊？欧吉桑，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名副其实的欧吉桑，你早晚会变成哦架杠的欧吉桑啊，只是哦时间早晚会发生的啦。哎，我才不会了，而且你还以为人家过来跟你搭讪的？不是，人家是来问路的。别那么想得美啊！哎，大哥莫笑，二哥哥哈，两个麻子一样多。大叔碰到妹妹还是一样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帮我问你啊，如果一个漂亮的妹妹哦来跟你推销东西，跟一个很老的欧巴桑哦来跟你推销东西，你会跟谁买？我当然是跟那个便宜的人买啊，我管他什么欧巴桑还是妹妹啊！才怪人，别嘴硬了。要是我就跟辣妹买，哎，而且买很多，我就不会这样子。哦，机上，多少钱呢？这个，标签怎么那么小？这怎么看得清楚啊？王机上，你老花眼看不清楚，帮你看。没有，怎么会看不清楚？看得清楚，谢谢啊。谁说我地上一定要这样子？我的个仔，我不是安尼。七块啦！头家，这罐总比最好用的五支啊，一百块呢。是啊，五支一百块，上贵啊啦！我头拄仔已经有买啊，你看你看。安尼哦。没有，好，谢谢啊。先生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这些爱心圆珠笔，一包三支，只要100元，就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哦。3支100啊？拜托啦，帮帮我，
我只是个工读生，卖完就可以回去了，好不好嘛？拜托啦，帮我买一包，反正圆珠笔都用得到啊。好好好好，买一包买一包买一包哈。谢谢。来，100块。谢谢谢谢。好。哎哎，先生先生，怎么样？那你要不要顺便买一个爱心钥匙圈呢？我刚刚不是在便利商店已经买了圆珠笔了吗？我还买，见鬼了我！当欧丽桑碰到妹妹时，还不都一样？不然哦，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妹妹来跟你推销东西，跟一个欧巴桑来跟你推销东西，你会跟谁买？我就一定跟妹妹买，而且买很多。到了偶机上的年纪了，他怎么所有的毛病都跑出来了？哎呀，这身体状况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已经是第十次了。错，早上你还没来的时候，主任就已经去过一次了，所以说这是第十一次。哎，李老师啊，你们在这边说什么十次、十一次的？主任上厕所的次数啊，是啊，这男人啊，上了年纪总是会频尿嘛。今天早上主任每20分钟就上一次厕所，哎，你很无聊哎，记录这个，这是没事找事哎。谁叫他上厕所的次数已经频繁到引人注意了？是啊，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了，这耳机上嘛，总是他搞丢啦，说不定他的射物线有问题哦。谁说我是奥利萨？还说我射物线有问题啊？我只不过多喝一点水，跑一下厕所，有什么稀罕的啊？林老师，该我去上厕所。主任，我去检查一下。这20分钟，平均20分钟就上一次厕所，会不会太怎么样？太不正常了一点。嗯，这年纪大了，身体要注意。你才年纪大了，我这个叫做新陈代谢旺盛。嗯，是这样吗？嗯，我记得。哎，今天第几次啊？我不去了，可以吧？哇，上完厕所，好爽啊！真歹讲哦，搁过几年啊吼，家庭若无安尼，我再给你恭喜。人咧讲啊，年轻就是本钱，真正无唔对嘞。时间过了真紧嘞，啊想袂到吼，家安啊得要到乌鸡上的年纪啊。乌鸡上，你哪着安尼大惊小怪啊？迄人若是有年岁吼，一定会有一挂征兆出现呐、啊，啊，亲像交流啦，不管是乌巴桑还是乌鸡桑哦，这种一定会有啊，性正常的啦，唔免紧张啦。吼、哦，
原来金城武也会变成欧丽萨。那不管嫁给谁，到头来都是一样啊。啊，到今嘛你才知哦，两个人若斗阵哦，不用干那看外表，迄外表吼是一种表象，吼啊，上重要的就是爱互相包容，爱欣赏对方的优点，啊嘛爱忍耐对方的缺点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孤单。哎，林妈妈，你讲的就有道理的哦。像我啊，就很受不了我们家大气哦，看电视看到一半就睡着。可是呢，我一帮他把电视关起来，哎，很神奇哦，他马上就醒过来耶。他还前子正在看，怪你怎么关掉了电视，可是他明明就睡着了。大嫂，看来你很有经验哦。这哦，就是欧吉桑的毛病之一。啊，常常吼看电视，坐碰椅顶下，困困去，比倒去眠床顶困的机会哦，搁较大。妈，你在找啥？哎呦，是遐多啦，啊都爱去收遐钱啊！哎呦妈，啊，昨嘛我替你去收过啊，你敢袂记啊？啊，对吼、哦。哦，昨个代志我都记袂掉啦。啊，若较早哦，一点点的代志哦，哦，我记得足清楚的呢。嘿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家大气也是一样哎。当兵的那个英勇事迹啊，哦，记得清清楚楚，我都听了800遍嘞。拜托，那都20年前的往事嘞。可是呢，要是问他昨天的事情，哎，很神奇哦，他忘了。还好，阿拉达还没有这个状况呢。不是没有，是你没有发现。一中年的欧吉桑吼，最近也是伫个电视上吼，看到什么壮阳的药啊吼，拢嘛想要试看卖。啊，那是 A 片吼，不管是少年的呀，还是中年的，只要是男人都爱，才有一个家台啊。伊哦，根本就是 A 片的中盘商。哎呦，煞丁啊！这么多人面头前，啊！你讲这是要创啥？人家小妹也歹势呢。那要紧，拢家己人啊，不是外人啊，凊彩讲讲啦。哦，对哦，啊，讲到这哦，小妹啊，啊，伫我房间迄个光碟哦，一定是家台的对不？哇，原来你们都看这个来助兴哦。喂，毕竟是年轻人哦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哎呦，艾芬老师，像我都不准我们大七看这种东西哦。哎、欸，妈，阿姨的光碟，你借去看完啦。哎、欸，你嘛帮帮忙，太太哪有可能看迄种物件啦？妈，我知道你一个人很寂寞，就算那个是家带的，但是看那一种东西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啊、嗯嗯。你放心啊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是啊，拄开始哦，我嘛惊一下，想讲妈，你哪会看迄款物件？啊，不过后来哦，我感觉这嘛无啥物啊。这表示讲哦，你真开明啦，所以阮才想要送你去美国佚佗啊。吼，啊你嘛帮帮忙。哦，虽然讲我真开明，无唔对啦。嘿哦，少年人看我是无要紧啦，但是哦，我哪有可能去看迄落物件啦？哦，嘿，哦，恁就是因为迄个光碟，啊，才要送我去美国哦。唉，太太，不管你有看是无看。啊，不过吼，因为这块光碟，吼，后生甲新妇知影友好哩，啊，佫送你去美国，安尼就好啊。不管这个过程是安怎，结果是好就是好，知吧？凊彩啦，等我吃到这个岁数吼，也无甚物通我计较啊啦，对不？啊，后生新妇拢友好吼，这都是我上大的福气啦。嗯，诶，那等我老了以后，啊，要是我也看 A 片，不知道我儿子媳妇。会不会送我去美国玩啊？哎呦，爱跟老师说什么？爱就是要去问他。